我们先要出发去喀瓦那最有名的一条步行的野山。搜狐搜索各游客景区，边看边聊，和明星一起开启旅行。还有我们的经纪人等等，也来玩。欢迎登录蓝天的网，祝大家开心。我真的很紧张，我在这上面。我觉得新疆舞台是用团情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。哎呀，哎呀，一路传情是最重要的。哇！用丹田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笑？ 明天早上我们是要看恒河日出。加油，我们不要想困。我觉得不会有日出了吧？我们为什么每一天安排的行程都这么满啊？他其实身体负荷已经相当大了，明显的表现就是整晚都在咳。有没有每个给家里面报平安的？我要珍惜最后一点网。跟文明说拜拜。这跟适应性徒步不是一件事情。我不行了。 有没有氧气瓶啊？高反很严重了，如果想吐的话，就是无止境的往前走，是为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